Hello， 早上你好，我是佑哥 ，I'm Yoga。上次翠翠找了包子，两个人打我一个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在场可能有观众不知道包子是谁，包子呢，她是皇帝的妹妹哦。俗话说得好，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所以我找了皇帝要来报仇。还有啊，我发现单挑或是像这种二对二的影片，都会有一些观众啊很纠结最终的输赢。那我们打的是一种朋友间的交流，并不是要跟人家呛输赢的呢。玩游戏就是要快乐嘛，跟朋友互相交流的过程啊，开心才是王道。最终的输赢啊，那只是其次哦。请大家看开一点，我们在打的是游戏，而不是要跟人家定狗逼呢。我就说到这边，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皇帝，我们拿出男生的尊严。如果这个输了，这肯定要来个大惩罚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输了说不过去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女生要来一个大惩罚。对啊，你们输了，为什么我们要惩罚？有没有？我们先开始选角，选角的时候再来讨论我们要惩罚什么。那你绝对想不到我们这场玩什么啊？对啊，你们玩什么都一样啊，会送你们下去。对啊，欸、我知道了。你要说的啊，胜利条件什么？胜利条件哦。啊，女生讲啦，我们给女生一点空间，不然等一下又说我们不让。好，你们说吧。输的要干嘛呢？对面一个会坠机，一个会滑倒，胜利吗？你们玩的两只，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有自信可以赢啊？对啊，我有木家爵拿着棒棒糖就赢了，超可爱的。我来看一下你们啊，木家，我光看你们的初装就不行了、啊，没有人出辅助装共享经济哦。跟你讲啦，这个模式不需要共享经济就可以双杀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个模式是怎样？一个人跑去边线先肥一下。所以胜利条件是推到主堡吧？你知道他们刚刚很坏，一直单杀我，又把我的红区蓝区吃光光，好坏哦。没有办法，只这样你一个人。我一根都先你先撑着点啊，我们要四等才能才会抢。皇帝没抢，可惜没晕到了。你要觉悟，我们这场皇帝想回家，就是要四等。这貂蝉很坏，好心机哦。对啊，他是不是都蹲着？他就是想搞哎。要不要？我家爵有没有梦想？合作无间。我们还没有说赢的可以有什么奖励呀？哎呦，现在0-1的时候才想到这个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游戏开始前就已经有想到，只是还没问。来，皇帝，皇帝被冰住了。来，哎，皇帝，你不能再送了，你再送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惩罚你真的要。不是。不是啊，那个太卑鄙了。洛伦，你的局快点，洛伦上了上了。什么的局啦？他们很痛啊，他们很痛啊！我在等你，我在等你，等你四等，等我四等。发在哪？我们来找你啊，不需要等你。我们这个不是打团，在躲猫猫。你们就尽量找啦。你们现在把中路兵先放给我，就代表你们输定了。皇帝要来哦，要来哦！来包他们，包他们，来来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包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抱歉哦，抱歉哦，前面都在浪啦。你刚刚欺负我佑哥是吧？这一局我们讨回来啊。哎、欸，皇帝，你上次也被欺负哎、欸，不要讲的好像只有我被欺负呢。哎、欸，貂蝉，你动我的话，你刚刚小声是怎样？变，本来是变成啊，是怎样？这个儿破音的这个。可恶、欸！你们没事的，翠翠没事的。哎，你看，那、啊、你们那个翠翠，你看翠翠，你看包子丢下你跑去下路，对啊，你看他就是哇，嘴巴讲说要跟你同路，那個啊、你们不是最佳拍档吗？他怎么一直在下路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你打输就真的很丢脸。可以单杀的，可以，我也希望可以。你一个 SS 实况组打输我妹这个臭逼出来，一切都是意外，一切都是意外，好不好？没事啊，毕竟她是你妹妹，我要给她一点尊重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放水一次，等一下我们就不放水了。
好，先送一颗头啦，我觉得是应该的啦。OK 吧，来哦，这次绝对不再让喽，再让我明天就直接改名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要闪现去躲他的那个冰，结果还是被冰了。哎、欸，翠翠刚刚跑什么意思啊？半血还跑、欸，哎，会怕哈？又哥，我们要赶快结束这场战斗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没有散热器，他们的阴谋从刚刚就开始。我现在没有散热器、哦，我手机底下就过世了。那没关系啊，我等一下帮你呼呼。翠翠，你们那一队还缺人？翠翠，你们那一队有缺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两个人刚刚好。啊啊！坠机，好刺激！坠机了，坠机了！不行啦！那你们快，我的手机坠机了！我的手机快不行了！哦哦哦哦哦哦！谢谢你呢。开始滑，有够难听。我看佑哥这个滑的程度，我看佑哥这个滑的程度，他应该跟我的洛伦也是有的比啊。可那是肯定的啊，我的洛也是那个最弱的弱啊。哇，我看你那个坠机的程度，跟我的也是有的比哦。不行啊。他们太阴险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他们在分化我们，不行不行、哦，我不就死了。太监施展 buff 吗？哎、欸，他在蹲呐、啊。你那个笑声很像巫婆哎、欸。我想笑得很高兴。我跟你说，他刚刚这就是这个计谋，他每次都这样。貂蝉本来就是。看来我太单纯了。对。弟弟，你还太年轻。豆哥都被我骗了三次了，他现在都不敢哇，你看看，貂蝉，貂蝉，我又看到了。又要蹲，又要蹲。没有，我在吃你们家的蓝，我没有要蹲。豆哥打一套啦，打一套。那是肯定要的、啊。你可以先帮我破阿盾吗？出事！你先帮我破阿盾好不好？哦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兄弟，毒死他！都是他，皇帝，我等一下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想办法先帮我把翠翠的那个那一层破掉。不是啊，你玩洛伦，你要破他盾应该很容易才对。他一直跑咩？变态，当然不行咩，要根本不行咩。我讲翠翠滑倒一个坠机。他滑倒两场。你，难怪他们家开咸水机。翠翠包躲在哪里又想赢人家了？翠翠，来啦！皇帝，皇帝不要！不行啦，他们两次一起。哎哎哎！哇、欸！我最后那个一没丢到他，有点气耶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把你妹妹处理掉啦，你怎么没处理掉翠翠？翠翠刁顺你了啦！好坏哦。我最后那个一没丢到啦，不然他那个大腿就断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的惩罚我刚说了哦。你说什么？你听到？我刚有说吗？有啊有啊。你什么？我们怎么没听到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好像点不掉他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小心了，小心了。好啊，你没办法。爹，真的点不掉。哎、欸，我们连上下两路的兵线都不争气哎。真的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佑哥，你不要吃人家懒啊！好啦，他们在吵，我先吃红啦。嗯嗯嗯，嗯嗯，我们在草丛野杀你呀、啊！好爽哦、喔，皇帝，好快哦、喔！你说怎样？我们在草丛怎样？哎、欸，皇帝，你怎么说我在吃人家懒啊？他这样子就有警戒心啦、啊。没有，我们这样杀掉他才显得我们屌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看，我刚没说他会说我们在草丛吗？不会嘛，因为你们两个到后期就没什么屁用，你们选那两只只有前期比较猛。对啊，你们这两只，真的相信我，如果这一场输了，
我跟佑哥加码，好不好？加码、啊，你有征得我的同意吗？我们是在团购哎，你们两个不是宝贝吗？对呀、啊。来啦！哎、欸，草丛，小心草丛，皇帝！哎、哦，皇帝出那个解扣，我没跟你说。佑哥，你分输啊！我招式骗完了，快点，你可以，什么你什么招式骗完？你是骗我啊？看到没有？我最讨厌有人叫我捡不到花的洛伦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不敢来塔山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别倒了！你说赢了，让我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滑倒了！来，你看惩罚是什么？再说一次，惩罚是什么？惩罚就是看你们两个互吃。哈哈，啊，那是不是你们输了要看你们两个互吃？哦，互玩是不是？好像没有这么说。那画面有点……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不能放水。欸、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！耶、yeah! ！好坏哦、啊！你们坏整场了、欸，那怎么办？接下来处罚了，该处罚时间了。我只能说，男生不坏，女人不爱。没有啊，刚刚不是说在游戏内讲惩罚才算吗？你们没有说啊？对啊，你们错过机会就没了。你们没有说惩罚内容是什么？欸，大家，你们看那赖皮，女人都这样。什么赖皮？你们这些 woman 是吗？女人的英文叫 woman 吗？对啦。突然英文很，突然英文很烂。佑哥英文程度跟你差不多。是这样子吗？他应该比我还烂。我多译差不多250啦，怎么样？很高吧？你不要讲出来丢脸。皇帝好像不知道多译是什么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们家都不知道。哦，多译的满分快1000。我250，可以的吧？欸，那很高欸。